做生意的一定要把这个工具用起来，它不仅能帮我们快速拿下订单，还能让甲方在合作过程中感到我们既专业又高效，持续选择跟我们合作。一般我们乙方在跟甲方合作前都会丢给对方一大堆资料，目的是让对方了解我们，以便尽快达成合作，但往往适得其反，因为有 N 多销售骚扰你的客户，大家都在发资料，凭什么让客户一眼就记住你的专业出众？这个工具就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。它叫明确，在开始接触时用它快速为客户搭建一个项目空间，里面包含公司介绍、产品服务、过往案例、报价等等，然后一个链接丢给甲方，一出手就能让对方感受到满满的专业感，对方也能更高效的了解完你们的服务，而且点开就能用，操作非常简单，这非常有助于尽快达成合作，拿下订单。合作过程中，客户只要点进这个链接，就能看到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，这有点像餐厅里的透明式厨房，让客户能随时看到每个环节的进展，如果发现问题也能随时提出修改意见，安心省心又放心。反过来，乙方如果有要向甲方确认的地方，也可以直接在这发起审批，双方都避免了无效沟通和重复劳动，让项目快速推进。在项目交付的时候，它还会生成一份结案报告，里面记录了从接触到交付的所有合作信息，方便客户验收的同时，也能大大避免赖账和扯皮。所以不管是甲方还是乙方，都会喜欢这样的工具，让双方的合作高效、透明、干净利落，自然会愿意继续合作，甚至也愿意给朋友介绍这种又专业又靠谱的合作伙伴。生意的雪球和口碑就是这么一点点滚起来的。